你们不知道，你们不知道提莫可以打野吗？我以前就玩提莫打野的。事后守则第419条，对武器多加爱护，关键时刻才靠得住。提莫打野是不掉血的，一滴血都不掉，只要你去一级学那个，一级学那个就是一级学 Q 就好了，学 Q 是无伤的。我前期掉点血没关系的，你想刷也不掉血，就直接一级学 Q 就好了。你看我现在掉血对吧？我学个 Q 技能，我 Q 他都打不动我。那往后带一下，好，再等个 Q， 就可以回满血的。然后往后带一下，再等个 Q 就好了。这英雄我是有玩过的呀。好，这边往上带。是不是刷也不怎么掉血，然后这个时候直接 Q 就好了，可以等野怪过来之后你再 Q 他是最好的。先升四级啊，如果你要术士的话就不要去刷野怪啊，不要那个就是学 W， 学两点 Q 技能，主 Q 我们是玩那种输出的。谢谢感谢我们小叮当送出的好多的预言法球啊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你们看我掉血吗？一滴血不掉吧，不骗你们吧。稍微等一等，往这边带一下，用惩戒斩杀的这一波。他刷野也不慢，然后也是无伤刷野的。对面这个阵容很需要平 A 的，像上单狗头啊，然后加上那个就是打野啊，都是靠平 A 打伤害的。我这一手提莫很看的对面的，然后有这个小兔快跑，直接跟他打就好了，直接自满一下，你看打不动他，就这 A 就好了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好，再 A 一下，好，这是 Q 一下，好贱啊，哼，贱不贱？你们说贱不贱？就。自满他就好了，然后正常出装备啊，正常出那个就是火炬，火炬的话是为了加这个 CD 的，我们直接玩那种大招流，小兔快跑，小小大陆，感谢我们 WC X310送出的预言法球。都说了，我是看对面阵容出的英雄，我要是全能的呀。他来找我了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先 A 他一下。哎，不动我，我是不是不应该抢这个野怪？应该先把他给宰了呀。他 Q 技能是物理伤害，这不中了他这个E技有点蠢。六级之后可以打潮虫了，六级之前没办法打。这波走位没有躲他这个E技能，躲E随便打的。五级 Q 了，现在 CD 点满的话 ，Q 可以无限用，没 CD 的。
小兔快跑，往前追就好了，等他放那个 EQ。 哎，我怎么没闪出来啊？真不见了，曹操没有了，把人家红拿一下吧。他我是 ADC 也可以的。我刚不小心走出去被看到了。接他一下，再给个 Q 就好了。直接闪现走，这个人很机智啊！小兔快跑！没视野的，不然刚刚这波 Q 到我就不用死，因为他 Q 打不死我的，只能 A 死我。接一下，接一下，漂亮 ！A 一下，倾倒，漂亮！全收，少一个助攻。Q 技能的话呢，还没点满，点满之后的话，咱们持续效果的话，可以达到一个三秒钟的致盲效果，到时候 Q 可以无限放的。把火炬先做一下，火炬的话是为了刷野速度稍微快一点。有大招了，现在这个刷野速度就很快了，开始的话刷野很慢。这波我们可以故意在旁边晃一下，因为我们家蜘蛛在附近的。还差一个异化师，还差一个辅助的被动。这把我就是爆杀流啊！这不，咱们直接往下砍。AQA 秒人，我想玩那个的，我想玩那个就是大招流的，满世界种蘑菇，把龙拿一下。致盲对盲僧有用的，他虽然是瞎子。这边我卡视野都看不到我的，这个曹操我们得吃的。
快走，大招来了。等下 Q 了。这东西是不是一直有 Q 没放的呀？哦，一直有 E 没放的，他早点放 E 我就不用死了。暴杀流是吧？暴杀流的话，咱们得去出这个影风暴狂涌才行。大招现在是多少秒一次呢？22秒一次 CD。法装鞋我们做一下，法装鞋做出来的话，我们下装备的话就。这把不太想玩暴杀流啊，对面也没什么回血，很脆的。火炬加那个吧，火炬加那个就是禅意吧。现在我这个大，我马上有那个了，马上有那个闪现了，可以去找一下对面的一个中单。中了，别走。这个地方需要支援一下，去这一就好了。提莫这英雄就算再劣势，他永远可以当一个那个的。打个黑暗收割，他就算再劣势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大招可以当个视野，越到后期这个大招越厉害。刷野的话其实还好，吃大招吃大招吃大招，是有意吗？只不过我想让这个蜘蛛吃这个大招的。因为蜘蛛有异线，它可以移到天上的。我这把给你们看一下全世界模。我得出个禅意才行，我禅意做完之后，我再出面具，可以吧？禅意加面具。打号可以发弹幕就好，不用开守护的要宝贝。守护可以进那个守护群，群里面的话呢，每周星期五都会抽排位红包，嬷嬷的同款鼠标键盘睡衣的。小亮刷新了，怎么好惨啊。小龙刷新了，
好，我有了。狗头这英雄就需要靠平野打伤害的，结果我这个英雄恶心死他，真的。让队友追一下，直接啊 Q 一下，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，给他 Q 斩杀的。蜘蛛英雄 K 头厉害 ，K 不过他。我现在有禅意了，我现在大招14秒一次 CT， 下周末我是出什么装备呢？星界驱齿吧，可以吗？把星界驱齿做一下，加速我的极速的。哇塞，感谢我们小叮当送出的守护啊，感谢我们小叮当的支持，谢谢。祝我们小叮当今年起喜如风，丰年丰禄，如风筝，征服征财战兽，寿山寿海寿长征，龙华富贵，年年有，有钱有势有前程。谢谢我们小叮当的守护，感谢支持，谢谢，爱你哦。嗯，谢谢谢谢。感谢，谢谢我们小叮当的守护，感谢支持。你加一下管理微信，我等下发微信给你，或者是你直接加我微信，然后可以进一下那个粉丝群哦。每周星期五都会给你抽排位的。然后守护的话，这直播间中奖的话，排位会翻倍的。中，有意吗？变蜘蛛一到天上就好了，天，这肯定要变得飞到天上的，因为我不能第一时间恐惧它的。再一下，我的天哪！影焰或者纳什，我想出这个装备，我想出个视觉装束，视觉装束之后我再出影焰，然后再加帽子。这个是准备弄那个弄那个的，没蘑菇在附近啊。450。嘿，有助攻，开心。我要 CD， 我要无限种蘑菇，现在14秒是有点久啊。对啊，我在做 CD 装的。是大自然的好像是双城之战改的。
这 CD 还不够啊，要16G 才行。做大面具没有 CD 啊，我不是为了烧人很疼的，我要烧人疼我就直接做法穿了。先 Q 一下，我帮你 Q。 来个世界双柱吧，世界双柱是可以触发蘑菇的吧。我现在 CD 已经多少我看一下，已经有70%了。再来做 CD， 下个装备出场了，还有奇术装备吗？星界驱驰，巫妖之祸，巫妖之祸只有10%了，很少。可以出发呀、啊！哇，真出发不了啊！那我出这个装备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陷阱不能触发是吧？来自宠物和陷阱伤害不会触发，领域技能才能触发。我不知道啊，我第一次出这装备玩 Team， 那我就出来个影焰吧，这样伤害更高一点。这个人出了个适应腰带的，很好。我看别人的 Team 为什么可以一直出蘑菇啊，就是一直在家里面丢蘑菇，啥都不需要做，丢蘑菇就好了。事后守则第154条，绝不恐惧未知的危哦，全被我蘑菇踩死的。要等16期吗？那差一级啊。我在地下疯狂出蘑菇，
现在大到十秒钟也是还是有点久啊。这把我觉得是我的 MVP，